我就是话说古今中外最爱吃香肠最乌龙的那个人乌龙草，我就是大香肠里面最稀奇古怪的董香肠，不然董才怪。哎，对，赶快来讲一下今天更精彩的那个剧情提要。我们的黄飞鸿慧红讲完了以后，我们两个可以赶快吃香肠了哈。对对对，哎，为什么主持这个小锅子要突然拔刀跟黄飞鸿拔刀相向，到底他居心何在？哎，真的是紧张紧张又刺激。还有我们龙门客栈当中美丽红烧的老板娘南希梅，就是我们那个蓝香玉，就是我们那个蓝老板，他到底是正派还是反派嘞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是大人还是小孩呢？是男人还是女人呢？不知道。起来！喂，这桌子怎么这么脏啊？喂喂喂！你们蓝老板呢？叫他出来陪我喝酒。他有事啊！我叫你去就去，首先老子扁你。哟，谁在叫我呀？ 老板，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谢谢。不如嫁给我当老婆吧。当老婆啊，幸福又美满，你也配呀？撒泡尿自己照照镜子，长得什么德行？给我端洗脚水都不配呢。我就喜欢你这破烂劲，哈哈哈哈哈，那就打点赏啊。没问题，酒来，哈哈哈哈哈。酒。 哎，有生意上门了。有客，好俊俏啊！客官，您打哪儿来呀？我们从北京来的。那您是要住宿还是要用饭呢？都要啊。那您要
刚住多久啊？米娅教授。哦，请坐。男老板。哎，这个男的有问题哦。他不是个男的，他是个姑娘。哦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反正啊，不正也瞧我蓝香玉演的不是男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最近那件客栈是吗？我们也一路奔波。对呀，既然来到这边疆的地方，不如就在此地住上一宿吧。好，师傅。嗨嗨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看着啊，幺儿客官，你们打哪儿来呀？我们师徒二人是打北京里来的。那您是要住宿还是要用饭呢？住宿。对不起，老板娘。这口音好奇怪，是啊，我们一向习惯呢，都是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床板上，我们是不住树上的，哎，不住树上的，对，不住树。您瞧我在这偏远地方，话都不会说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您要住在这儿是不是啊？正是。老板娘是这样，我们不但是要住在这儿，而且我们不会叨扰太久，最多我们只住一个晚上。对对对对对，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，是的，嗨嗨嗨嗨，你瞧见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一定是男的，您瞧他们两个，瞧我瞧的多用力，多带劲儿啊！看着啊，对呀，师傅，咱们真的好久好久没看到这么白，又这么嫩的，师傅，我先来吧。哎，慢着，别快啊！哎呀，你听听师傅那种喉头紧张的声音啊，真的？哎呀，让师傅我先来，哎，我先尝。师傅，哎呀，好久没看到这么又白又嫩的肉包子了。蓝师傅，照你这么说啊，那这两个也不是男的喽。拦你个大头啊，叫师傅，叫我老板娘。师傅，告诉你啊，我先回去。我先呢。不是，我是师傅，我是师傅。黄师傅，师傅你先来吧。不，你先来。不是，应该师傅先吃的。你先吃，不用你来。莫言，哦，原来你已经到了。黄师傅，你们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放心，我可担心了。这么黄师傅是从来不近女色的，每一集他都跟观众这么说的。快。莫言，站在你的身旁，这位在边疆地区还穿着如此单薄，长得非常俊俏，个儿又不太高，有一对剑眉的这位，莫非就是你的弟弟？对，小宝，快见过黄师傅。黄师傅就是你呀、啊！是。我在路上听我姐姐说，黄师傅长，黄师傅短的，我看你是注定当我未来的姐夫啦！师傅吧。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啊，黄师傅，我姐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师傅，嗨呀，我又说错了。这小孩子是不懂事，太年轻了，然后说错话，怎么能够让你姐嫁给黄师傅呢？再怎么说啊，都应该说是黄师傅嫁给你姐姐。两块，我胡说些什么？好了，我想呢，我们大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此地。一定也饿也累了，来，我们都坐下来聊聊。对对对，坐坐，来来来，坐坐。哎，快啊，坐那边。哎呀，莫言，哟，客官，您是哪儿哪儿来呀？要用饭呢，还是住宿啊？蓝老板，我敢跟你打赌，这铁定不是男的。少废话，你看着，您是要用饭还是要住宿啊？看看，看着。瞧见没有？瞧见没有？你就是那鼎鼎大名。等等，把包子拿走。佛山黄飞鸿嘛。您就是鼎鼎大名的黄飞鸿啊！我对你早就爱慕已久了。对不起，您可以到我这儿来住宿，真的是我三生有幸啊。对不起，老板娘。对不起，我黄飞鸿生平不近女色，人尽皆知，请你不要这样轻薄人家。黄飞鸿，
知道我的心胸为你骄傲。哎哎哎，搞清楚啊，这是谁的地盘呢？你们要杀要了到外头去，死多少人我都不管，但是别在这儿撒野。来者何人？为何突然对我黄飞鸿出招呢？大家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只不过是久仰黄飞鸿师傅大名，我这把剑又刚买不久，想请黄师傅帮我鉴定一下。黄师傅，请鸟。哎哎，这这，师傅，这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师傅平常都说惊讶就这个样子啊。这，师傅，你也不必要这样。啊，有刀！是，这位仁兄是来卖包子的，就留意金吧。不是，他是来卖剑的。哦，是来卖。他这个很贱，不是，他是来给你鉴定剑的。哦，是鉴定剑。对，是有关这个剑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我们保师傅，咱们这不是在宝芝林。哦，不在宝芝林，还是我们现在到哪了？我们那是在客栈。哦，在客栈。有关这个剑呢，我是个人认为，床前。明剑光，对，疑是剑上霜。师傅，举头，这跟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跟剑没关系。剑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这持剑非比剑啊，那就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不对，黄师傅啊，你到底在讲什么啊？是评论这把剑。我个人是认为，正所谓用剑的精神最高境界，就在于一个人的心。心术不正，则剑术不正。那我这把剑到底是不是一把好剑？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光是从这个剑上所泛出的点点寒光可以得知，这把剑果真是一把世上难得的烂剑。哦，是。莫言，我看此地是非太多，不如我们先回楼上房间里歇着吧。走，来来，我们走吧。蓝老板，我看这位黄师傅啊，只对那位姑娘有意思，好像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哦。你闭嘴！哼，我就不相信我们蓝香玉比不上那个女人。告诉你，跟你打个赌，那黄飞鸿迟早都是我的。噔噔噔噔，呜。干什么啊？不好意思，大的在我这儿。回首，即便梦里寻他千百回，再一次回首，他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黄师傅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找啊。找什么呀？找梁宽呐、奇怪，这梁宽怎么到这会儿没来呢？讨厌！哎，我再找找梁宽。梁宽。喂 ，test one two， 梁宽，喂，师傅，哎，我来了，梁宽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不是说好半个时辰我们在柴房里相见吗？哎，害得我跟莫言姑娘两个人在这儿，只好就啊，你们已经就等了好久啊。啊，那我对，想想我也是被莫言姑娘害的，她跟那个蓝香玉啊，就是让我害死在我那澡堂里面，耽误了。梁宽，你不要说了吗？好，我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人先别吵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今天我们在客栈里面曾经碰到的那位商人，就是那个个儿不高啊，形貌猥琐，哎，说话迟钝，目光呆滞的那个商人。我怀疑他形迹可疑，来路不明，他会不会刘公公派来的人？有这个可能。那哎，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查明他的身份。
没错，不过这方法得怎么用？这师傅，想办法我最灵光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可以不让他知道，我们偷偷去问他的随从，问他是不是刘公公派来的，那不就结了吗？两块啊！说你笨，你还真笨，怎么会想出这样的笨法子呢？哎，他的随从跟他当然是一伙的，你去问他，他怎么会告诉你呢？哦，实在是太笨了。来，还是我们的莫言姑娘你比较聪明，你想个好办法来吧。嗯，那我们就不要问他的随从，对对，我们直接就问他是不是刘公公派来的人。哎天哪，这么笨的办法！哎，梁宽，你怎么又想出这么笨的办法呢？不是，这个不是我想的，这是你想的。我真是笨透了。我好了，让师傅我来想个法子。嗯，哎，你们两个人我知道是想不出来。有了，有一个方法最简单最彻底。我们直接翻开这一集的剧本，看看他是不是刘公公派来的就行了。哎呀，师傅英明啊！等一下，我看看啊。我刚刚排戏的时候有看到，但是脚本上怎么写啊？他是不是刘公派来的？我带错脚本了，这不是这一集的。怎么？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看算了吧。那咱们那就直接到他的房间去搜索一下，也许能够找出点什么蛛丝马迹啊。有道理，错了，直接去搜啊！万一他人就在房间里面，你怎么明目张胆的去搜索呢？哎，梁宽，师傅告诉你多少次了？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谋定而后动。所以我们只要仔细的思考，万一碰到他在，我们就带一份礼物，假装是拜访他，实际上我们是去探他的底，同时也暗示他一下。昨天第一集第一场，师傅讲过一句话：咸肉可以吃，闲事不要管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一条小小的咸肉，然后就去探他个究竟。哦，好方法呀。那我们就快点行动了。好，说走就走，现在就去。我跟梁宽去，你留下来照顾小宝。是，小宝那么皮，哪需要照顾呢？哦，这样，那就我们那就师傅你留在这好了，我跟莫言姑娘去就行了。梁宽啊，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那是样子，小宝是不需要人家照顾是吧？那我需要人家照顾，我留下让小宝照顾，然后你跟师傅去。那就对了哈，梁宽啊，好吧。莫言姑娘。那你我二人赶快就去看个究竟。啊，走。是是哈，师傅您尽兴啊。又来这一套。照顾什么，哥们是泡马子，还要我来帮他围事儿。草皮新闻，草皮新闻，不是新闻我不批，播告草皮挖不来皮。欢迎各位观众准时收看，这是中华民国82年8月5日星期四的草皮新闻。其实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一则新的新闻，让曹启泰来为您批一批，当然是很开心。不过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旧闻。怎么讲旧闻呢？昨天我们跟您提过一个话题，就是有关世纪黑死病、艾滋病，呼吁大家一定要这个一块来重视这个问题。但是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告诉过您，就是看报纸的时候千万要看仔细。您晓得吗？在昨天这两则消息当中，就有一个这个比例的问题出现了数据上的差异。一个是说18:1，一个说15:1。今天我要呼吁您，有一件我昨天忘了说的事情，就是您仔细来看这个标题：台湾地区大约有200,000个妓女，当中有数百人感染艾滋。您晓得这个数据完全是正确的吗？当然，它只是正确的，但是它可能是一个范围当中比较大的那个数字。最主要这样做的目的，也是希望您能够提醒您对于这个标题的重视。所以，他从10万到20万，他一定选20万这个数字来作为标题。那么数十人到数百人感染艾滋，他也一定选数百人。下一次看报纸的时候，千万记得不要只看标题，要仔细的看内容。好，昨天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也跟大家呼吁过，我们要一块来重视除妓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则消息，您看到了吧？哎，很多国内的朋友都对除妓的问题非常的关心，也呼吁我们大家一起来拯救除妓。您晓得除妓是指多少岁以下吗？16岁，未满16岁的这个如果从事于这样的行为呢，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除妓。好，我们今天也呼吁各位，你也可以看报纸上的这一则消息，他说拯救女除妓的同时，不要忘了也要拯救男除妓，因为根据内政部社会司他们的发现，他们发现现在所谓的少男从娼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这个正视除妓的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只顾女性，一定要也顾男性。希望男女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平等。您看看这则消息，
对了，他们呼吁这个娼妓两个字其实呢应该要改一改了。我们也都知道娼妓这两个字刚好都是女字旁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，哎，由曹启泰亲自手写的这一则大字报。这两个字呢就是娼妓两个字，哎，奇怪，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娼妓两个字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告诉您，没错，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当初造字之初我们所写的娼妓这两个字。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女字旁呢？我也告诉你，因为听说是从娼的人呢以女性居多，所以才把它改成女字旁。不过我想今天的社会当中既然已经有男妓也有女妓，那么我们应该让这个字也回归中性化，所以应该把它回复成古字。这样第一个呢就是很复古，这是现在流行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当中来革新，可以说是既时髦又不麻烦的一种作为，您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在这个报纸上的这个朋友的建议非常的适合。不过在这里我曹丕就个人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了，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字都是女字旁，也都有点那个。来，我们现在就来集思广益一下，您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个字。对了，这个字呢我们通常念作表，手表的表，但是如果我们在旁边加上一个女字旁，哎呦，当然我今天字写的难看了一点，不过这个字您就懂了，它就念作表。它为什么叫表呢？为什么一个女人戴手表就变哎，这样好像也不太好啊，为什么要刚好加女字旁？不行，我们赶快再来想想看这个字该怎么改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一块来帮帮忙。再来看看这边这个字，又怎么啦？又，哎，我们如果在旁边也加个女，又加女，又是个女的，她就变奴了，她怎么那么倒霉呢？哎呀，我们对女性真的有点不太平等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字，票。一个人拿一张票去看电影很好啊，可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去拿一张票看电影就不太对，她变成个嫖。为什么所有加了一个女字旁的字好像都不太好呢？这个字呢是少数加了女字旁的时候它所呈现的意义是大家所认定、所肯定、所支持、所鼓励同时也接受的，就是我们在旁边加个女字旁。对了啊，一个善良的女人我们叫她做娘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想如果两性平等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从文字当中来做起。其实文字往往就是生活的反应，应该随着环境而变化，您觉得呢？如果您今天对于我们的造字课题有任何的这个意见的话，欢迎您写信到连环炮曹丕新闻收给我更多的意见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看报纸又没时间看电视新闻，欢迎每天准时收看我们的曹丕新闻。我们明天再见。